们两周前有跟那个神秘的父子党有切磋过，那他今天是要带我去找他们的总教练，尼加拉瓜人，那跟着我一起看这个到底是什么神秘的流派。哎，你好，初次见面。你好，然后太太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东西我可以放这里，可以放这边，好，好，都可以放。已经见到那个尼加拉瓜的教练，哎，那我们欢迎 Carlos， 没有念错吧？Carlos， 好，我们欢迎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观众一直在问你们学的武术到底叫什么？哦，那我们学的武术是叫 ITF 跆拳道。哦，就是 ITF 跆拳道。对，这个系统是比较丰富，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方面要练习，就是除了练对单，还要练习刀圈。练反身术，还要练击波，跟其他的我们在比赛项目需要练习。所以你们是 ITF 跆拳道的分支嘛，对不对？算是下面的其中一个。对，我们台湾是，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国内的协会，有可能一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流派，可能一两个，对对对。所以我们是始终一个流派的一个国内协会。我发现你们的距离好像比较远。比一般的再更远一点。对，有时候对打距离不会那么近，就很像 kickbox， 可能会比较远一点。对打的得分就是要很清楚，踢到身体，踢到头，就是那个拳或是那个脚要很清楚。所以有时候会主要一个距离，就是可以裁判可以看到那个动作踢到身体。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学过什么武术吗？我的背景是跆拳道，我是从12岁开始学。我妈妈带我去学一个武术，她想要我反身，因为我国家也很危险。那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社团，那我一开始学摔跤的，后来我看到拳击去打拳击，可是我看到跆拳道，然后刚好是 IDF 跆拳道的系统，因为世界上可能就是斗日地的系统会比 IDF 多，所以我比较喜欢，然后从那边开始，从12岁就开始是练跆拳道，然后在台湾就是开始学 kickboxing， 学习其他的打法，其他的反身的动作，所以我就在找其他的武术，所以我就找那个卡波伊拉，所以你有听过吗？对，所以我就开始学卡波伊拉，然后再来开始练柔术。你们国家学武术的人多吗？学拳的，格斗武术有很多很多很多，就是特别是拳击，对，因为我国家他们是比较专心练习那个拳击的项目，对，那边有很多世界冠军，然后还有就是跆拳道、空手道，那最近比较多就是柔术的部分。我好奇问一下，尼加拉瓜用的那边的语言是什么？葡萄牙、西班牙文。你西班牙的本名就是可以念一次吗？我的本名啊，就是在我的袋子，我们袋圈到黑袋上面会有写那个会名字。那是不累。我的全名是 Carlos Alberto Machado Fox。哦，好长哦。就是两个名字，然后两个姓。但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短，不需要那么多，然后我就选我的第一个名字跟第二个姓。有什么动作是可以套用在MMA 的里面？你可以推荐一些动作吗？很像后踢，就是我看到很多就是影片看那个比赛的时候，有时候后踢就是最好用，对，后踢或是。侧踢，因为侧踢那个距离比较远，因为侧踢就很像我们的正拳，就是可是脚比较长，所以可以刚好可以踢进去。那你们 ITF 也会像 WTF 那样子会有打型吗？也有打型，它是一样吗？动作？不一样，因为 ITF 那个叫倒拳或是兔子，
会有差，然后会就是完全不一样。颜色的分级也不一样吗？也不一样，都是色带的系统会不一样。最高的是黑带，我们会说你到黑带是你的开始，因为你要继续练习。对，所以黑带有会分不同的段位。我可以补充说，可以啊，可以补充说，直接讲，直接讲。这一位是太太啊，她要怎么称呼？Katia，啊，中文名字呢？林玉璇啊，玉璇教练，她会帮我们补充一下，就是这个流派的一些特色，可以帮我们讲一下。我们的对打方式其实也比较运动化一些，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拉很远的距离，就相较于一个侧踢。也很常在比赛里看到他会做连续的侧踢，这两个侧踢或从很远的距离，然后假动作，然后马上做飞拳进去。我就很喜欢用远距离的方式去得分，然后得分就离开。因为台湾可能还是泰拳跟就是踢拳比较流行，对，大家喜欢打比较近距离的。然后如果要做连续两段踢，其实还蛮吃力的。对，所以是大家很不习惯的一种打法。那你们的演武部分是你们比赛的一个项目之一吗？对，我们也有演武，有点像空手道，他们在打完形意，他们的那个套拳以后，他们就会展示说这个套拳的这些招式，它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叫做预先排列好的对打 ，prearranged sparring， 叫 prearranged sparring。那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演武。那它是一分半的时间，所以差不多一分。比赛的时候一分半的时间，然后你会把这些招式都对好。还有像击破，还有击破就是力量击破，有手跟脚的技巧，然后还有特殊技巧，比如说跳高或是跳远。嗯，对。所以我们应该是比赛项目更多，就比斗地主，就是有倒圈、飞单，特殊技巧，然后 prearranged sparring， 然后再来力量击破，倒拳对打跟击破会分个人跟团体部分，所以有很多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跟教练你两个回合，然后第一个回合是 MMA VS ITF， 第二回合照你们的规则 ，OK， 你们 ITF 的规则，好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1分钟。30秒。
分钟。30秒。就是可能是你的前进的节奏，因为如果你直接进去，可能被力道否定。对。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些假动作想要进来，然后我脚抬起来，然后你在后退踩进去，或者停下来然后再进去，可能会比较好处。如果你遇到对手，他可能就是很厉害做侧顶这后顶。因为你想要进去，可能是 take down， 那个后顶就。可以刚好提到，我们站在跆拳道会做double kick，double kick 就是两个地的技巧，可能侧地旋地，对，或是平常 kickboxing 也会做前旋地，对，所以那这的那个 IDF 我们也会，那你这那个可以使用 side kick 侧地旋地或是扣地的动作。另一位教练，你觉得我刚刚第一二回合除了看 Carlos 讲的那些之后，还有什么可以改变？改进，我觉得答得很好，对吧？因为结束的很快，跟动作的那个变化性还蛮多的，我觉得这个蛮好，因为其实就是这样子会让对方比较没办法预测得到。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连续踢击的部分，我觉得是你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就是你的推法好，然后你有会做360旋踢这些，其实比较进阶对吧？比如说，那你在腿部的控制，其实真的是可以做连续踢击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想问一下，说花廊武道馆这边你们的上课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我们其实有踢拳课跟跆拳课。那跆拳课时间平日的话就是有礼拜一的早上，然后礼拜二四的晚上大概都是7:30之后。那还有礼拜六日，就是你刚进来的时候下午四点我们有就是成人班。那踢拳的话就是一三的晚上。那还有就是二四的早上，如果你一个月付一定的费用，那30天任何的课程都可以上，那费用是2000元。那还有就是堂数的话，就是也有就是10堂3000元。哦，一个月花2000，基本上都能上到饱。对。哦，那很一样很便宜。我想说你们开这边算精华地段，应该收费比较贵、啊。结果我发现收费算是蛮平价的，跟新北市差不多。儿童班的收费也是一样的。儿童班的话，儿童班就是没有堂数，就直接就是包月，一个月2000元。平常上课应该都是两位教练教嘛，还是有其他教练？主要是我在教，对。然后，除非我们有一些比赛或是活动要参加，我们会请我们的其他黑带的教练，对，可以帮我们代课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谢谢那个花廊武道馆，在精华地段啊，因为临近两个武馆，所以我就先直接贴那个。道馆地址，对，发地址就好。刚好卡在三角洲，你这边有3间武馆。我们如果要学 ITF 拳脚，可以来这边。那有任何上课联络资讯，就是欢迎私讯他们。我们今天谢谢这位尼加拉瓜的教练跟他班长，还有花廊的各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
三十秒。三十秒。哦，抓到！我刚刚抓到。可以进车吗？来。谢谢。你到我，我来，跑出来，出来。班长有时候跟小朋友会用这个，我两句 ，OK， 或是会用这个 ，one inch。我比较喜欢用这个，因为就是我们要行要应用我们的技巧在木板。OK。
哦，周总。